厉害厉害，小鸡哔哔，那个歌，那是萧小，我知道啊，你知道，因为小M当初是靠小鸡哔哔就造成了人生的巅峰嘛，对他人生从此一帆风顺。我就想说，他人生从此开始走下坡，真的，他巅峰太高了，巅峰嘛。啊，对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因为宪哥不是说歌手就缺一首歌，一首歌，对。然后我今天就选了一个，因为那个歌手也是唱了这首歌之后，又达到他新的一个巅峰，所以我说试试看，蹭个运气，看有没有机会遇到我的那首歌。 然后，所以你今天竟然是用鬼灭之刃，这个很厉害哎，日本人假鬼假怪就会弄这种东西，超会画，因为它是从动漫出来的嘛，最后变电影版，105亿那个美金啊，对，好，来我们来看看这个 MV 好吧，哎。 哦，这首红莲华大哦，电影半个月破2亿美金了，歪了，哇，太厉害了，真的要去看一下，唱难度会有一点高。我觉得超难，因为第一个是我不会日文，然后第二个是因为我有改编台语，然后我台语真的是。 五高赞哎！哦，那手都不，哦，反正我们在一起就对了。嘿，对哦。我看看能不能感动我们屏东小朋友，好不好？带来这一首《红莲华》。 不会出来咬人哦！对啊，这个是，哎，是你吗？哎，等一下，是你吗？是我啊！你怎么变这样？不，你怎么了？以前你死灵妖魂，是你，啊，你怎么变得不一样了？对啊。
怎么了？这样不好吗？你变瘦了是不是？很好啊，很好啊，谢谢。而且你瘦很多，型都不一样嘞，很辣。啊，你怎么了？你人生是遇到什么事是啊？哎呀，谈恋爱是要结婚了对不对？没有啦，谈恋爱啦，没有啦。还是果胶，他唱歌唱的，轻唱几句给小朋友听，唱 Baby Shark。Baby Shark， 走走走走走走 ，Baby Shark， 走走走走走走。小朋友的表情惊恐，吓死他们了！没事没事啦，太可怕太可怕了啦！哎，开水唱这首歌唱得很好，谢谢宪哥，唱得非常。比当个闽南语的部分，唱小有 KK 啦，对啊，一点点，但没有关系，瑕不掩瑜，好不好？好，还是很热血的感觉。因为拜这个电影这个《鬼灭之刃》畅销所赐，所以基本上这个歌大家也都非常耳熟能详，一出来就算是很成功，好吧？而且还加进这个彩蛋，谢老师，我们这旁边吓出来了，真的吓到都屁滚尿出来了，对不对？